原标题解密：1962年中印战争，中国一元帅有多狠，令印军至今不愿提起。在古老的东方土地上，中国和印度像一对孪生兄弟，都在很早的时候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与文明，都在自己的地区称霸一时。印度和中国一样，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于1949年成立了自己的中央人民政府，而印度也于1950年建国。时至今日，印度像与中国龙在经济、军事、贸易上都是摩擦不断，但归根结底也是要相互依存，不可或缺的。近日，印度一直在边境问题上与中国摩擦不断，双方都大有发动战争的态势。然而，印度到底为什么如此仇视中国呢？这也不得不提起1962年的那场中印战争了。中印之战是一场中国不情愿打又不得不打的战争，毛泽东也不情愿打。中印两国本是友好邻邦，印度曾是第一个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政府也给予了热情的回报。1951年为缓解印度的粮荒，中国在自身粮食紧缺的情况下，向印度提供了66万吨大米。20世纪50年代，两国共同确立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8年，中国在尼赫鲁的主张下参加了万隆会议。更令人难忘的是尼赫鲁访华，在那一段时间里，中印两国的大地上到处响彻中国印度是兄弟的呼喊声。展开全文，但也是在这样的和平氛围下，中印因遗留的历史问题危机也在慢慢的萌生。大家都知道，在印度刚刚建国之初，英国与印度并没有好好划分中国与印度的领土界限，英国人麦克马洪大笔一挥划定了一条国界，这也就是著名的麦克马洪线。但对于中国而言，这条麦克马洪线占领了原本属于中国的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变本加厉的在中段侵占了阿里地区的2000平方公里土地，还把西段的巴里加斯划入印度版图。这样一来，印度占领了中国足足12.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对于我们而言可能没有这个面积大小的具体意识，但这些土地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福建省，可见印度的贪婪侵犯。也就此，这样两国的关系也跌入了低谷。就这样，在美国等一些大国的支持下，中国和印度之间就边界问题展开了一场军事较量。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主动请缨，并在很短的时间便做好了战前准备。据称，林彪在作战中曾怒称要让印军在地球上消失。这位天才般的将帅一直是解放军中的常胜将军，所以说出这句话时也是志在必得吧。当时中印战争的前线指挥官是张国华，主帅就是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印军当时已经有3个集团军深入我国境内，战争初期我军灵活地运用了毛泽东的运动战法，边打边退，诱敌深入。然而印度军队则过度地认为自己的军队太强大，更加肆无忌惮地入侵我国境内，就连毛主席也对国家的军队产生了担忧。但得知一支印度王牌军队先行入境后，下了死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支部队给我从地球上抹掉。当反攻命令一下，我军犹如猛虎下山，以风卷残云之势打的印军毫无还手能力。仅仅用了一个营的部队，便将印军的3个集团军牢牢地包围在了事先计划好的口袋地区。共花了不到3天的时间里，就将这个王牌军连同其他入境的印军全部消灭干净。这可使得印军慌了神，人心不定，出现了大量逃窜现象。也可能因为当时愤恨印军的元帅林彪下达了俘虏一个不胜的消灭掉的原因，印军开始了全线溃败。战后
林彪曾对毛主席说，此一役可保西藏30年无事，也可见其高瞻性。以后印度和中国的关系哪怕一直不友好，但在1979年2月12日人民党政府外长瓦杰帕伊访华，中印关系也开始走向正常化。但这场1962年发生的战争却给印度人民以及军队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林彪元帅也因为这场战争的出色表现成为了印度人最害怕的存在。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